最新阿卡丽骸骨是吧？骸骨我们直接学 W。他不带骸骨，我们就一级 AQV。他带骸骨，我们就学 W 触发他的骸骨，然后抢兵线，抢二，抢升二级，二级打他一级也可以有一个优势啊，刚好。啊，骸骨已经破了，对不对？先问哈，送出的超粉卡。然后他现在学的 Q， 我们一个 W， 他没有一技能躲不了。只要翻得好一点的话，先问好送出了两张超频卡，马上强二了。无处可藏，躲一下，防护小兵躲一下 ，A 一下一个 W 近身，一个闪。W， 不要崇拜我。有带骸骨镀层就学 W 破他骸骨，然后尽量的抢二级。没带骸骨镀层，一级就要跟他拼到底，打 AQV 打他的一个伤害。因为我们 AQV 阿卡丽加强了，现在一级的阿卡丽能放两个 Q， 两个被动平 A。你的 AQV 被他的一个骸骨全挡掉的话，我们可能伤害不够，还要死。QV 打他。W 看他位置，闪现阶段一个平 A 打一下闪。啊！速战速决吧。啥玩意儿？嗯，这波阿卡丽没闪的，早点闪，会不会能杀呀？不过这波应该差不多。气势打出来了。这不他可能假装回城，可能在我侧面一个 QA。 你的想法要预判对面的想法，你是一个刺客，你是一个残血阿卡丽，塔下有两波兵线，你会怎么想，你会怎么去做？我会避了回城亏两波兵吗？不会，我会从侧面闻这个经验，如果对方中单走了，我会出来吃这个兵啊。虽然我没有他的视野，但是我他的一举一动我都一清二楚。这波属于是赢在知识上了，赢在我们这个细节上了。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百胜。你的愚忠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啊，我上之前我就说了，他在前面，他在闻经验。有挂，你提前想到换位思考，你想到了对面要干嘛，你直接去，对吧？如果他想的比你少，那更夸张，兄弟们。我没玩阿卡丽，我想的比阿卡丽都多，他的思路比我都少啊。那你面对这种对手你怎么玩呢？你是这个阿卡丽，无处可藏。去围拿个刀，来，他没闪的。给队友提醒一下，他没闪的。加速。算了。哎。拿恐惧结束。W A Q A A A。不来了。走位扭一下 ，W 挂上 ，Q A 拉个刀打一套被动。A 准备三张。A W 挂上。方队一个 AQA 死 ，A 往前一个翻墙补一下，这里假装不杀卡丽，看他位置，看他位置，找到了，逃离回城，我们这里卡一个视野，然后往这边翻，不要被这个小兵看到，这里再卡一个视野，往前一个 W 挂上，啊，挂的声音不对，草里没人，不用去了，草里有人，我们扔个 W， 有一个刀片碰撞的声音。这里我是对面，我会怎么选？他可能不会回城，他可能还在朝 OK， 走位扭一下，往前个 QA 打一套，假装打不过他，假装被他 Q 到，然后被他 Q 到 ，Q 吗？哎，不溜也不在 ，OK， 往前出来，大的挂，哪个电信？然后很害怕，
个小兵回血，我有了 W 打一段，拿线刀。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把线接了，刚刚那个线要被控，不打的话不行。差点，正常来说应该是打野帮我解线的啊，这打野无处可藏，让我自己来冒险，我也没哎，别，气势已经碾压了，兄弟们，就对面阿卡丽看到我一个残血，他一直不敢上，看到没有？但你会发现，真正的他如果真伤了我，好像还真能杀他。干嘛？红眼。给我斗力抢劫是吧？我能吃的哥。双盾影魔刀加无效化法球，现在我打阿卡丽单手能操作。不过你，我操，兄弟，你这号太夸张了吧，哥！怎么又是那个画面呢？我杀三个，团队少两个头，这号太极品了！我操，爸爸压力这么大。我的天哪，我的妈呀， QA 打一套被动往前一个 W， 我以为这把又赢了，我没想到压力更大。 Q 闪 RA 死主塔，我双盾你打不死我的，这个墙马上好了，唯一的方法就等这个墙。快出来快出来兄弟，下策我少翻一点，我死了你能翻了。哎呦，我裂开，从不妥协，不跟你好了，下次我不翻这个墙了，很生气。哇，太夸张了兄弟。哎，阿卡丽去了，阿卡丽去了，阿卡丽去了，快走。我来啊，也算了 ,K 的他可能挂机。这把刀是我的最爱。人呢？话说阿卡丽人呢？来，我现在给他小兵压力，他应该会过来。兄弟，你偷掉就行。只有傻瓜，没人管他，那个龙就他就没威胁。呀！懂不懂什么？懂不懂什么双盾啊？这血量跟他打。他可能觉得他能杀我。无处可藏。但我只能说是错觉。哎，留个残血交给打野，一切都在计划之中，我们要懂得如何配合队友。这里其实我还有一个影魔刀还没触发，我只触发了一个符文上的盾，影魔刀就能操作三炮全挡。啊，完了，250被他单吃了。还行，这还算正常，这一波辅助不带下路，下路就不应该一个人玩不了，合理，但有点太装了兄弟。 OK， 两具尸体，阿卡丽去收了吧。阿姆速战速决吧。一个这关心队友的精神状态呢，没办法，玩这游戏多少都被这个夜游机制折磨得神志不清。他们活不长了，如果不把他这个考虑在内的话，估计他们要送人头挂机了。有的头确实不能 K 啊。 Q
QA 打一趟。来，给他一我。我让他安稳的吃这个炮车，吃炮车我就消耗他。干嘛呀？这里斩压剑到了，我现在能一打二，心肝也往下走。放了个眼而已。阿木木也来了，为什么这么多人要盯着我呀？枪打出头鸟，我们现在优势太大了，他们现在想要把我压制下去。W 挂一段 ，OK， 斩压剑到了。青杠已 miss 了，一直都不见。刚才可能是放眼，现在真有可能来了，小心一点。这里 Q 一下 W 触发一个骸骨，假装二段不中，突然一个 QRA， 显然一个 W， 你也是这么想的吗？泰坦走远一点 ，OK， 细节一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有一个方法 ，W 挂上双盾，双盾。双盾，双盾，你在干嘛？这个都扛不住吗？我操，你这，你刷副本呢？你这什么特效？怎么那么多？这些零零零零零零零，这些零就是都被我的两个盾挡了。双盾确实也尽力了，哥，他 buff 加持太多了。即将脱落。哇，这阿木木太飞了，这也他双 Q， 兄弟们，双盾被双 Q 克制了。 W 挂上 QA 拉个刀，拜拜。一个师傅教的没办法破招，说实话。W Q R A， 这段阿收尾 ，A D 版 ，A D 版。我夺走了，你要不回去？我要不回去？你装什么？我要不回去？我突然一个 Q W， 拜拜！我要不回去，本来不杀的哥。活不长了。一句话给我激怒了。这波 Q 闪小兵接位移，然后一个 W 在收尾，三个闪现的距离。Q 是一个闪，闪现是一个闪 ，W 也有一个闪现的一个攻击范围。你跑不了，兄弟，我要的回去。我从不妥协。接涅离开通的超纯 Plus。你的愚忠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主播鞋子呢？我鞋子呢？你确定是莫问了是吗，兄弟们？来个董哥告诉他为什么我的鞋子还没有啊？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哎，我操！我翻过了呀！哎，原地跳高，我操！走位，走位，走位！你放啊 ！W 挂上一个 ，QA，A 一下 ，W 挂上 A 一下，往后一个远程 QA， 假装不杀他，突然过去一个点，点，点。点啊 ！Q 死！OK， 我操！这么多人说主播你到底穿不穿鞋？兄弟，我本来不想穿的。
好，那既然这么多人诚心的发问，兄弟们，那主播给大伙介绍一下，主播没鞋子是因为我想要在合适的地方是吧买最好的鞋。主播大推荐一下，主播这里的潮鞋店，你们喜欢的品牌这里都有，全店至15650可货到付款，品质稳妥，还承诺三天质保。564952啊，直接加爆这个微信，给现场加微信兄弟送全了鞋的体验体验。那我现在直接买了鞋啊，它到账了，穿在我的身上一个草鞋非常完美。我操，不想打都非得让我打，我操，真的受不了了。我不想打广告，好累的哥。速战速决吧。我很无奈，你知道吧？谁问的？不，现在还有人问谁问的？刚才一大片兄弟，满屏的弹幕全都在问。QIA 死了。这已经不是谁问的问题了，兄弟们，是哪群人问的？我不做了 ，W 挂上，往前一个 ，Q A 一下，往前一个翻墙 ，A 一下 ，A 一下 ，W 预判他一技能，不易吗？大招加速！没了吗？我记得有四炮呀。走位，走位，走走走走走走，哎，这，我走了，哥，躲不了，走走位，炮车我要，无处可藏，有挂，兄弟们，那经历了这一套的走位的失误，我发现好像不能从走位上找问题，我得从鞋子上找问题。现在现场当场回家，直接掏出一个水银鞋。把水银鞋一出，完美。没事，我要是技能全接的话，那我只能说从外饰上啊准备上，我直接花钱啊。技术上过不去，先说我们买装备弥补上，翻墙躲技能一个 ，Q， 拜拜。主播就很懂，你知道吧？这条路行不通，走位上，我就换一条路。现在我接他的技能，我都没事儿。走。走位。什么情况？那确实真的没事，兄弟们，我接中了，我能跑。我操，出的一个鞋子太关键了吧！他们在我身上是装了什么安装装置吗？哈！突然前面疯狂躲，现在突然躲不了了。Q 闪 A 杀一个，一个 W 挂闪，一个平双盾，双盾，近战一个 AQ，A 一下死。两个盾救命了，这波我肯定要死的，因为他们四个人，但我这波死了能不能换两个很关键。哎，这个局有点难破了呀，关了，兄弟们，我现在就又得出影魔刀，我又得出这个夜之空刃，我又得出塞瑞尔达，太肉了他们，这哪来这么多东西能出啊。六个空格有点不够啊，我操，天哪，咋整呢？等点钱，我们这里细节一点，看他们有没有放眼，放眼的话点一下五块钱，到死都没人放吗？
天等够了。这把要破局的话，塞入尔达很关键。我没有塞入尔达玩不了这把，太肉了。打铁还需自身影，他们很多的英雄已经好几个了。哎，哎呦，哪买的血？怎么老是崴脚呢？这翻墙，来挂他，往前一个翻墙，一个大招加速，你能跑？你能跑？我今天名字倒着写。这个师弟师，我觉得过两天大改版真的得修复一下，难道这个崴脚问题？你们说呢？这老是啥事没干，兄弟们，你有的时候你专门去翻墙，你去操作这个原地跳高，你还操作不出来，他就得突然的来这么一下，这个是 bug。你专门去操作，他还操作不出来，你知道吧？回家，哎，打断他呀！别让他回。OK， 没有触发幽梦，他已经变了。他们活不长了。这是机制。你要知道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点就是回答你这个机制的问题，如果是机制我们只要把去训练，我就可以操作出这个机制，我可以给你秀出来，但主播这个专门去操作这种还操作不出来，他就是偶尔你同样的操作他会突然崴这么一次脚，这种就是一个 bug。Q2 W还有中央打手塔不给手，对吧？如果这个是联盟给这个英雄的机制，那咱们是怎么操作才可以操作出来呢？谁能回答？问题不大，无处可藏。走了，回来一个 W 挂上，一个 QA 一个大招隐身，往前一个平 A 挂上，回头一个平 A 挂上，一个 W 挂上，往前一个，直接死。我操，五个人一人一枪。老轮着打，这里交给你了，他们都没有技能。操，老鼠要发力了，什么？真的假的？来，塞瑞尔达来了。这波我们有闪现了，这波闪现加上塞瑞尔达，谁我都能秒。就这阿木木，兄弟们，就这阿木木，就这青钢影，兄弟们，就这青钢影，我一会儿一套直接把他秒了，你知道吧？不要妨碍我。来，就你小子叫青钢影是吧？刚踢我两脚那个。来来来来来，今天我看看怎么事啊。OK， 看他的动向，好像 A 完之后是要带线的，在这里等就行。Q2 A 秒了，秒了。
阿木木怎么说。阿木木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不认识。这把有这东西，有这英雄吗？我的眼里就四个人。我们刺客这英雄兄弟们就要懂得避战，谁能秒谁不能秒，秒不了就碰都不碰他，看都不看他，他在这把游戏里他就不存在，你知道吧？我秒其他四个，剩下四个我四个队友杀他一个，这波大招杀完了，这里他们应该在野区追我，往这边跑，等一下大招，大招好了再回去杀一个。现在我已经抓完两个人了，对不对？五个人抓两个，一个大抓一个人，记住这个频率，大招马上好。就你小子叫阿木木是吧？啊，我杀你又如何？往前一个翻墙，一个 Q， 第二个一个平 A 挂上，一个 W 挂上，往前再一个 Q， 往前一个闪现平 A， 再一个。还有打野没闪啊，都没闪现，下播直接拿下。我就不懂了，为什么杀你们都不用闪呢？我出来蹦四个闪，大哥我能怎么办嘛？啊，我打谁谁有闪，我的天哪，就这画面，男人看了憔悴，女人看了流泪，全是闪。你的愚忠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烟儿有下波，真拿下啊，下波真拿下。只有傻瓜才会为荣。我来都四杀了，我操，弹幕上来了四杀了是吗？哎，瞬移了，去啊 ，A 一下，去 A 一下 ，W 的往前一个翻墙 ，Q 小兵接位一个 W 挂墙，往前一个翻墙，往前一个 QA， 收下三杀，往前一个 W 挂墙，往前一个 QA， 一个大招取消了他技能，往回一个 W 挂墙，往前一个 QA， 收下四杀。啊！我五杀、啊，收集者怎么抢啊？刚才那波能弹幕上谁来能四杀的，能群杀的，扣个六我看一下，还能群杀是吧？我不信。哇，差点五杀了，这五杀要拿到就好了。抢不过他收集者。